我们的癌症这么多，我们的人每个人一直在生这个癌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抗癌？如果再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身体有多少个细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3000个细胞是癌细胞，但是我们自己一个人，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嘛？比如说我们的骨骼，我们的骨是细胞来的，我们的血液也有细胞，我们的淋巴很多细胞，我们脑子都是细胞组成，我们人有1000万亿个细胞。1000万亿啊，不是1000万。所以说，如果1000万亿的细胞打入3000个细胞，是不是很奇怪的 ？OK， 我们看一些资料。OK， 我们也知道啊，癌症最好发的是哪些人？我们慢慢看啊。每年死于我们的癌的，这个今年呢，世界卫生组织的发布，今年就是2013年，肺癌。胃癌、肝癌、结肠癌、乳癌，也有。你们看乳癌，是不是只有男性，只是只有女性才会乳癌？男性也有乳癌的。再说前列腺癌，一定是局限在男性吗？说男性前列腺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这边我们有中生代，有没有人有前列腺的问题呢？癌症是什么？癌症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DNA， 大家听过 DNA 的这个模组吗 ？DNA 里面改发生的突变。有些呢，我说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对染色体？23对染色体，46只那个小的这个染色体嘛。但是如果说有些人在发生癌变的时候，他体内染色体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说这个人有发生了这些所谓的癌症，我们的治疗说法是什么？西医的治疗做法是什么？电疗、手术、化疗，其实还有的哈，还有叫做我们说冷冻疗法、灼的疗法，就是热的疗法，还有甚至说那个酵素疗法都有的。但是这些方法可以治标还是治本的？我们都看到很多病人，其实在临床上看到，我一个主要治疗是癌症跟那个肾病。我们说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病人。他呢，去经过这些化疗之后，身体不能负荷了。我们看化疗的人很多有些副作用，最简单的副作用是什么？脱发，还有那个呕吐，呕吐就变成这个人胃口就很差了。还有那个虚弱肯定啊。还有那个，对，就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所以喜欢不懂，大家都有不懂。还有呢？发热，还有呢，还有皮肤干燥。OK， 刚才说胃口很差的，这个人如果胃口差，吃也吃不进来，他大便也会有问题的，便秘。OK， 这些人喜不喜欢喝水呢？都不喜欢喝水，都很干的。每个人的身体其实都需要更多水。OK， 慢慢告诉大家怎么喝水。他们说这些人一旦发生了这些做的这些化疗、电疗。他的身体在改变，改变是向好是向坏。我们说就是说最简单的这个电疗，电疗是用一个，比方说这样一个灯，我这个地方有癌症，我去晒它，用灯去照它，但是我照的是整个面积。比方说我这个不行，我这个有点胃癌，我用这个所谓的辐射去辐射它，去杀它。我是杀一个地方吗？还是杀全部的地方？还有我们说化疗，化疗我们有两种化疗的方法，一种是注射，就是你坐在那个很舒服的椅子上，3个小时、4个小时给你做那个把药物打进去，或者说我可以吃那些化疗的药，这些东西它经过血液之后呢，它到全身去，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为什么说吃了化疗药他受不了，拿了化疗针他受不了，它副作用太大，因为它把全身性的问题明显化，把很多的这些癌细胞。杀了一些之后呢，把好的细胞给杀掉。手术，很多人说开刀很简单，把乳癌把乳房切掉，子宫癌把子宫切掉。开刀是这么简单吗？开刀能进去，是不是看到血？我们的细胞死，你看它是死还是活的？如果我们看到一只狗，你拿那个棍子打它，就叫穷相，就是那个没有回头路的那个穷相。那只狗会做什么？它反过来咬你，对吧？
所以我们这个癌细胞就是这样，如果说我们去开刀了，我们要把它杀了，它会做什么？它会改变。你们看过名家得到忍者神龟哦，或者看到那个叫做那些叫做变形金刚。如果说这个细胞它是活的，它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，它能做什么？它要么就反抗，要么它就改变。它改变自己，它改变自己。这个药是杀这样的一个细胞，但是它已经改变了，它杀不了了。这个呢就留下一个祸患，它就可以顺着我们血液到处去，去了其他地方，在别的地方安居安居乐业之后呢，它就开始又在那边变动。所以这个东西它可以潜伏，就比方说做了这个乳腺癌的，做了这个乳腺癌开，乳腺癌开的乳腺的问题，这个开了这个手术之后呢，这个癌细胞经过我们的淋巴去到我们全身，之后呢在别的地方潜伏一段时间5到8年，它才变种。所以有些人患了淋巴癌之后又患到肝癌，之后又患到肺癌，这些都是历历在目，都是在发生的事情。Okay. 在座有几位每天运动吗？几位跟我一样很少运动。OK， 所以我们要休息，会少吃。OK， 其实睡觉你的心脏也在奔动嘛，所以没关系，你的心脏不会有问题，没关系嘛。但是其他的身体我们不知道啊。一旦患了癌症，这边我们都没有癌症病人啊，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身边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同事可能有癌症，到底癌症怎么办？癌症是很公平的。不管你姓蔡还是姓林还是姓什么，不管你是这个位高权重还是身口少名，都可以办。它跟我们的这身份无关，跟我们的财产无关，跟我们的姓氏无关，跟你的身体无关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既然如果都每个人都可以发生，我们如果遇到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才是重点。这边说很简单，我们调整心情接受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是，哎，我妈妈有癌症，第4期的，不要告诉她。所以有问题可以问我，如果讲得太快了，可以问。对是。OK， 分享阴阳哦。其实身体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应该是要热。你看过一个年轻人？阳光男孩17岁、16岁、15岁，你看他是快乐的吗？开心的吗？有活力的吗？因为中医认为他有阳气，年轻人朝气蓬勃嘛，用了很多成语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阳光男孩什么什么。你说这个如果说17层人坐在那边，他是阴还是阳？他相对是阴的，所以我们身体要热。我们也有今年报纸《天下时报》已经说了，有科学家证明。人类的身体只要超过一定的热量，39.5以上的热度，这个人的体内不能生长癌细胞，不可能生长癌细胞。也就是说，身体是39.5度的话，癌细胞死亡。但是人家讲你神经病，我的头三十九点五度，我不是要发高烧了吗？我不是马上要去癫痫了吗？有没有可能呢？但是我们说的热是。你们如果说不信啊，你们可以把你们手掌伸出来。或你们如果说这个水在你身体不能运行，你要吃热东西。所以抗癌其实靠一个就是热跟我们的血清。刚才什么问题呢？对，我是想听那个医生讲什么嘌呤高的东西。那嘌呤是什么东西的 ？OK， 嘌呤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吃肉啦、吃豆这些东西，它是一种化学物质。这个嘌呤呢，它如果说在我们体内，我们体内氧气嘛，它氧化之后就变成一石头，就是所谓的痛风石头。嘌呤就是一种化学物质，你把它当做一种物质，在我们身体是不长这种东西的，身体不生长这东西，所以你只能吃进来。吃进来，如果说我吃东西乱吃，喝了很多啊豆花水啊，吃很多绿豆汤啊，这些嘌呤在你的体内生长累积。我听那些卖那些健康产品啊，它是说黄豆啊，最主要它就是那层膜啊，它去掉就可以吃了。OK， 那卖你这个黄豆的人当然是这样说了、啊。
但是这层膜其实就是它的保护层。我们说黄豆本身它是凉的，我们如果可以不要吃，尽量不要吃。我们之所以吃黄豆，难道只是为了补胃吗？我们要吃黄豆是因为它的蛋白质，但是这些蛋白质叫刚才你说过叫劣性蛋白质，差的蛋白质。如果我吃这样很多的黄豆，给我身体生长出来的蛋白质很少，所以你们应该吃的就是这些热的东西，而不是吃凉的东西。喝酒会热吗？喝酒会热吗？喝酒我们说，酒应该看的是什么？你说我每天喝一杯葡萄酒可以吗？葡萄本身是热的、温的，但是我们最怕是那个用酵母，就是那个 enzyme， 你的酒葡萄怎么变成酒呢？葡萄怎么变成酒？酒就是所谓的酵母，酵母了，我们是给它发酵，但是酵母本身是凉的、寒的，所以现在的人很喜欢吃优格啦，很多喜欢吃这种凉的东西，身体会温吗？所以你说喝酒可以吗？喝酒如果是葡萄酒可以喝，但是我们最怕是那个酒精，那怎么办呢？酒精其实很容易挥发的，你如果说真的要喝这个酒，加点温烧水，倒点烧水去。如果你伤害你的肝，你的肝没有办法去消毒解毒，那你的毒在哪里？就在你体内。那他们说吃毒品胆固醇高。OK， 我都说了，胆固醇这个东西，当你的血管打开了 ，OK， 我们的血液运行比较好了，这是所谓 extra 的 excess 的胆固醇可以排掉。你不要以为胆固醇就坏关系了。西医告诉我们，胆固醇有三种，一种叫做高密度胆固醇，一种叫低密度胆固醇，一种叫做三酸甘油脂。三酸甘油脂是你的肝来的。但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如果太过高，这代表你血管在破损，在破损的时候，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其实在你从你的肝去制造出来之后，它去修复你的那个血管内壁，明白吗？好吗 ？OK。啊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有些我问一下，那么那这个花生呢？花生炒的花生有时候我们也是豆腥油。这个鸟就会，那个好像是豆，你是豆，所有豆你都不要吃，除了我们的黑豆、红豆，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豆你不要吃。没站啊！给他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 LDL 哈，我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，HDL 所谓的好的胆固醇，它其实是促进我们血液循环。但是我们的血管如果，比方说我今天被我们鼓掌哈，鼓掌有没有出血？你看鼓掌之后哇，鼓得很大声，你的手红了。其实你身体这个血管在破了，在出血。如果这个时候血管破了，它比方说血管内壁破了，这里破了一个洞，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就要出现了，要去修复你的内壁。比方说这边破了一个洞，要不要再叫那个天花板的人去修补一下？第二个问题哦，就是刚才医生讲到喝这个碱性水，那我们的水喝进肚子不是被消化了吗？那为什么会变成碱性？你的水喝进身体里面没有被消化、被吸收，但是它将来也会排出去。如果说我们身体一个比例是70:30，70是水，30是我们的这些其他的这些肉啦、这些骨骼。如果你喝了80%的水，这10%在哪里？排出去。但是我们这个水呢，它可以代谢吗？比如说身体的废水太过多了，它会换水吗？有些人肾病、脚肿了，他医生说不要喝很多水，我偏偏叫他喝多水。所有的东西，我病人说，我喜欢吃那个白菜或者菜心，我放两片姜可以吗？我讲你的菜心一公斤，你的姜两片，它可以抵制那个寒气吗？不可以的，干脆你吃姜就好，不是菜心，所以慢慢讲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要邀请队长，颁发一个纪念品给我们的蔡医师。台湾。